这太奇怪了，这不科学啊！不是，你们怎么突然一下都对我这么好啊？啊，爸，我哥今天对我出奇的好，这不对啊！这个还有我妈，你不知道我妈刚进来的时候，看我满眼都含着泪光进来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说话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得什么绝症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要是能死啊，那就好了，就不用气我了。 少爷，我回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哎，开心吗？是我让他进来的。你在叫谁啊？我在叫你啊，少爷。你不是早上那个病人吗？我是你的新保姆。早上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。现在干了。 我把那个衣服换回来，是借来的。谁请你来给我做保姆的？我是红姐的表妹，红姐有事情离开了，所以让我顶3个月，这3个月就由我来照顾你。我怎么不记得红姐跟我说过这件事啊？你昨天不是昏迷了吗？红姐好像是跟哥哥说的。对，当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就帮你决定了。你帮我决定，这样吧。 既然是你决定，你就负责任。反正我不需要什么保姆。你为什么不需要？我哪里得罪你了？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早上会摸你的脸？是因为我是你保姆吗？我怕你发烧，所以才摸你的脸。如果造成你不舒服，我向你道歉。你。 早上那个事不重要，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心里就特别别扭，特别难受，不舒服。儿子，我也是，看见他我就特别讨厌。李坤，把他给我请出去。哎，你们还懂不懂礼貌？对不起啊，如果让你误会了，我可以改进，那我拜托你。 拜托你留下我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因为我家里很穷，所以我必须要打工，我要养家人。如果你现在把我赶走了，我会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让我留下来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，怎么样都好，做什么都行，好吗？拜托你不要把我赶走。我没说不让你做这份工作，只是我真的不需要保姆。那这样。 我雇佣你，你留下来。爸，不用说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我们谈谈吧。有什么好谈的？ 你明明知道我反对，开心和埃米尔来往，你帮他，你却不帮我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帮他，是在帮开心，他是开心最喜欢的女孩。如果开心能够接受他，多跟他来往，跟他沟通，跟他交谈的话，说不定能让开心恢复记忆的。如果开心恢复的是他和埃米尔的记忆，我宁愿开心失忆。你怎么可以？ 你有什么权利剥夺开心恢复记忆呢？就因为你是开心的母亲？是的，就是。你不要忘记，我也是开心的爸爸，我有权利让他恢复记忆。你讲这话真的好笑，太好笑了。你忘了你以前是怎么冷落开心的啊？你都忘了吗？在你眼里边就是冷落，但在我眼里边。 这是教育，我为什么永远跟你不能达成共识呢？你和我为什么就不能达成共识呢？啊，这是我所想不明白的。你真是不可理喻！你才不可理喻！走吧，走吧，不想再见你。爸妈，开心刚刚稳定下来，接下来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，我建议。 要不您二位回家等吧。
我觉得你们在这儿不但帮不上什么忙，这样吵来吵去的，反而耽误开心的心情。我出去透透气。要是开心找我的话，你就说，我马上回来。 你这看到了，到这一步不怪我爸。爸，我觉得我妈也是因为担心开心，才会做出这种过激的行为。你消消气儿。嗯。好，你也别劝我了，我心里有数。爸，艾叔叔来了。啊，哎，艾董，何董，你也在这里？对。 开心的事情，别着急，给他点时间，会慢慢好的。嗯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开心的愧疚之情。哎，不用感谢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激埃米尔，重办保姆来照顾开心。艾董，您这两天为他们的事儿都没怎么休息好啊，要不然您先回去。 洗个热水澡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或者让我父亲陪着您到那儿散散心，这有我呢。哦，一坤说的对，这样吧，我陪你去喝杯茶吧。好，哎，辛苦你了，走。哎，昨天你去相亲的酒店了吗？去了。让你等了那么长时间，是不是特别生气啊？ 当时很生气，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一定要报复你。你看，现在不用你来报复我了，老天爷已经替你报复我了。你总看他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？我说你先出去。为什么？开心。 我母，其实刚才我心中一直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也像您一样成为一名母亲，我的孩子也遇到了刚才同样的问题，我会不会也像您一样去替他们做选择？你会的，因为我是母亲，你将来也会是母亲。我告诉你，世间再好的情感。 他也会在时间里氧化了。现在开心和埃米尔在一起，埃米尔只会利用他、伤害他，他还能为他做什么？你看人家娜娜，她为了开心，为了我们何家，默默的在付出。你说埃米尔呢？开心为了他，他为了自己的感情，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你说作为母亲，你会选择谁来做你的儿媳妇？ 我想，可能大部分的母亲应该都会像您一样，选择胡娜吧。所以啊，我让开心离开埃米尔错了吗？啊，伯母，这件事情您没有错，因为这是您做的选择。可是这并不代表开心他自己也这么想，伯母。 你应该也不希望开心他在恢复记忆之后恨您吧？要不然，您还是让开心他自己做选择吧。啊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要不要帮你去叫医生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可能是因为刚才坐的太久了，没事。 胡娜，刚才开心在。
我不方便问你，我很想知道你现在状况还好吗？我伤到脊椎了，不过除了有点疼，别的没什么。那就好，看到你没事真是谢天谢地，要不然我真的会很自责。我也是。那一天谢谢你，特地赶过来救我跟开心。你不用谢我，我是去救开心的。 不是去救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。要是你没有来，我们根本就逃不出来。你不怪我吗？怪你什么？如果那天…… 开心，你，哎，人呢？不会是没了吧？哦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他就算没了，他也得说声再见才能走。不对，咱们去美丽娜看看，看看他是不是也跟他走了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 米粒，你们来了，你好点了没有？你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见到开心了吗？就是没见到他嘛，所以来找你了呀。他怎么了？没见到就好。不是，你赶紧说呀。他失忆了。啊？ 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们记得一定要口供一致，好好告诉大家，千万别走漏风声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传达到。那，我们现在有什么能够帮忙的吗？对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们呀？不会把我们也给忘了吧？那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哎，我跟你去。等等，你俩先别去。 我知道你们想见他的心情，再忍忍，再过几天，我把所有的事情安顿下来之后，我通知你们来看他，好吧？那好吧。一会儿你给三顺和李飞打一个电话，跟他们说一下开心失忆的事儿。哎，你记住了，一定要叮嘱他们来看开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乱说话。哎，你说何开心要真把一切都忘了？ 多惨啊！我让你打个电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我心情不好，你打吧。我还心情不好呢。我还让你结婚呢，你结吗？真是的，你脾气怎么？方哥，你有毛病吧？我就让你打一个电话，你哪儿那么多事情啊你？小妍，我跟你说实话。 我有时候我真希望我能替何开心躺在楼上失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也想失忆是吧？失忆好忘记我是吧？是这样的吗？有时候我真想。好啊，想了你就要付诸于行动啊！去啊，你去失忆啊！你别以为真不敢，我那不是怕我要真失忆了，你会变得跟埃米尔一样难过吗？那你担心多余了，我忘记你只需要30秒，我根本不会难过。 行，我争取比你还少1秒。我还有事儿呢，你先回去吧。
你吓死我了！你看什么呢？你没有啊？啊，你这买的什么呀？哦，我帮你买的那个营养品，待会儿你补一补。买给我的？啊，谢谢啊。 这么快就输完液了？啊，嗯。那些营养品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方哥和萧炎带来的。他们人呢？回去了。幸亏没让开心看到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嗯，是啊。我现在心里最担心的，就是不知道我们还能这样瞒他多久。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目前只能这样了。哦，对了。 你也没钱，那是不是钱包丢了？我钱包呢？我钱包丢了，有没有可能丢在车子里面？车子里面？车子里。钱包不见了。钱包不见了。所以没钱。我钱包。钱包、车子，没钱。我没印象了，但是我隐约好像记得我的钱包在我的衣服口袋里，所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得找到我的衣服，我衣服到底放哪儿了？哎呀，你别找了。 肯定不会在这儿，那在哪儿啊？或许你的衣服被你哥收走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很可能被我哥给收起来了。哎，你现在赶紧编个理由去找我哥要点钱，然后去给我买套衣服。我不敢，我不会说谎。你去不去？你不去我炒了你！我去。还有，如果你穿帮了，我也炒了你。哎，去呀！ 怎么了，艾米尔？怎么了？开心吵着要出院，在屋里怎么样都找不到自己的衣服，逼着我来骗你钱去帮他买衣服。我看这样好了，我在这儿陪你等消息，你让青青先回去哄着他吧。啊啊，也好。青青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啊，辛苦你了，没关系。啊，我看开心那个样子，是一分钟都不想待在医院了。你说。 我们要想什么样的理由，才可以让他在医院继续待着呢？这样吧，我们等检查报告出来，问问医生，我相信他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。也只能这样了。
没有受到损伤，那他为什么会失去什么部分记忆？是因为他患上了新阴性失忆症。什么是新阴性失忆症？你赶紧给我解释一下。通俗点说，就是由于患者受到了重大的心理创伤，导致他的心理机能将他自己认为痛苦的记忆解离，不存在他的大脑当中，是有选择的遗忘。也就是说，心理机能能将记忆解离。是的。所以，他现在是心理上面的疾病。对，没错。哎，我去找胡娜，待会那个小保姆回来之后，你就让他直接去那找我啊。哎，你当心点儿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抱歉啊，我再打断一下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我弟弟在身体上是健康的。 只不过现在患上了某种心理疾病，没错，是的。请问一下，像这样的失忆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恢复？这个要因人而异了。娜娜，你这几天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 你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哎呦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那个回家道个歉，认个错，你爸会原谅你的，你别跟他真怄气啊，对吧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你现在就把电话给我放下，放下。娜娜，先这么着啊，妈再给你打。 哎，开心，你怎么来了？谢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，没事，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偷着流眼泪啊？ 我跟你说没关系，你有什么烦恼可以跟我说。其实我是一个不错的心理咨询师，看在咱们两个这么有缘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八折。说实话，你真的愿意做我的心理咨询师吗？当然愿意了。那我有什么想倾诉的事情，都可以找你。尽管找我。 我都不知道这样子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。我们全当是个好消息吧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刚才张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他现在需要转到心理的专科医院，现在只有心理医生可以帮他。怎么让他转院？就算我们真的把他哄去了，他那么聪明，一定一下子就发现真相了。我没想让他转院，我要让他出院。出院？让他回家住啊。 这样第一呢，可以阻碍他跟外界的联系；第二呢，还能腾出时间让我们找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帮他。对，让他回原来租的住处，然后由我来照顾他吧。你的身体吃得消吗？我这都是外伤，没事的，我可以。那也好。哎，开心呢？ 他去找胡娜了。啊，不过开心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找他的话，就直接去胡娜的病房吧。哦，那我去看看。有一个病人。进来。我回来了。我的衣服呢？哦，我还没买。为什么？ 我要买的时候，你哥说他车上有衣服，所以不需要买。你告诉我哥了，你出卖我你！我没有，我都还没去买，你哥就决定让你出院了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嗯。我去，哎，我先回病房了。哎。
哥，我真的可以出院了。这得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，医生跟我说呢，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啊，说你脑子里头呢有一个什么小血块，啊，当然它可以什么自行消失，但是需要一段时间，啊，医生说了，他一直坚持让你在医院里治疗，我啊，但是我看你啊一直着急出院。 因为呢，我倒是可以跟医生说一说，看看能不能放你回家。所以呢，你自己选择到底是在医院住呢，还是回家住？我选择在家静养。哎呀，你真想回家？啊，那你回去也行啊。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在你这个血块完全消失之前，你必须在床上静卧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能做到，我保证。我保证什么地方都不去，老老实实在家里静养。那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啊？你可以。 哇，对对对，哎，哥，他不是你找来的间谍吗？他监督我，怎么样？哦，我监督他。对。啊，米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在他这病痊愈之前，不许他出门半步。如果他出去了，你没跟我说，我第一个就骂你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哎，开心。啊，来你的衣服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对了。嗯。 开心的钱包跟手机在哪儿？他今天一直在找。钱包在我这儿，手机就不知道了。这样，今天呢，我让人给你俩补个电话卡，然后再买两个手机给你们。哎，记得手机要跟之前一模一样。哎，哥，我去给胡娜道个别，你们等我一下。 啊，一坤。 有心提示一下，经常叹气会把好运都叹走的。你要出院了？对啊，我特意过来跟你道个别。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当然会了，把你电话号码告诉我。你能记住吗？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心里就特别别扭，特别难受。是爱上吧，是爱上吧，是爱上爱上你了。
喂，你好像对我家很熟啊。哦，那是因为红姐昨晚带我来过了。红姐，然后呢？然后你现在不是要洗澡吗？所以我先出去。 爸，这么晚你一个人坐这儿还没睡觉？我睡不着啊。您是不是在担心开心的病？我在网上面看一下心因性病因。哎，你是心理创伤做什么事情最好？ 喂，伯母，你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，是因为我儿子的病吗？是这样的，伯母，开心已经出院了，他说要回他自己那儿住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说，开心已经回自己的家了？我知道了。 你在干什么？我想跟你借几本有关心理学的书看一下。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干嘛那么小气啊？借我看看，我明天就还给你。还个屁！喂，拿过来！你拿我书干什么呀？你看得懂吗你？ 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你不要那么小气，现在借我看，我明天就还给你，可以吧？是，我是可以借你看一下，我不是不借给你看，但你下次动我东西之前，你要先跟我说一声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哦，听见了。
通话记录和短信全都给删了。何一坤，你还真是无聊啊你！啊，我出院估计是出早了。胡娜，没事吧？ 没事。喂，是胡娜吗？ 没想到你能记住我电话。你是哭了吗？我没哭，我是因为高兴。那你这人还真不会撒谎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？不知道。其实我就是害怕你一个人在病房里边特别无聊。 然后有胡思乱想，要是那样的话，你所有的烦恼就会无限的放大。我虽然不知道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你记住啊，你千万不能让自己抑郁了。你可以让我不抑郁吗？当然了，谁让我们有缘呢？ 你起来了，饭做好了。知道了，你这人衣服很漂亮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件衣服相当眼熟？布料还不错，就是做工稍微粗糙了一点。喂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这套衣服的意义。你想想，啊，意义就是希望你的专业能对得起你这套衣服。 我尊重你，露娜，把最近公司的业绩报表拿过来给我看看。好的。喂，贝奇啊，什么？你帮我约到迈克了？太好了，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啊！再见。 不是，刚才在客厅，他也在，我在二楼了，可以讲了，你快说。
跟你说啊，我帮开心呢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，我准备帮他看看。那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都想好了啊，一切都不用，我们就以聚会为目的啊。狂爱上吧，已经